这东然古墓就设在萧家所设的结界之中，你们看到的都是幻觉啊。那小兰会不会还没死啊？据这个随机的推算，过几日便是天下易主的时机，如果不抓住这个机会，这件事啊就真的成了一个秘密。可唯一能揭开这个真相的，也就只有张瑶。